喂，什么？董事长来了，小心，快让开，快让开！啊！保护我！谁说话？谁在说话？你是谁？你又是谁啊？能听到我说话？难道我们的器官感知是共通的？就像两个灵魂住在一个身体里？搞什么？那我洗澡岂不是你也能看见？你有什么好看的？那你快把眼睛闭上啊！是你把眼睛闭上才有用啊！啊！不洗了，不洗了。你怎么了？我被人陷害了，他们比赛都输了。嗨，别难过了，搞得我心情也不好了。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？要不这样吧，我去找你，也许见了面就能解开呢。说的也是，那我们在青木见吧。月很尖，笑容更是个你的脸。喂，社长，你有个面试，我马上过去。这该死的下雨天，就你不会也是来面试演员的吧？对啊，长得也太敷衍了。下一个，黄美丽。老师好，你有什么特长？我腿特长。来几个专业姿势给我看看。好的，老师。下一个，星九。老师好。他有什么资格来面试？我素颜都比他好看100倍。真羡慕你啊，都脱妆了，脸皮还是那么厚。不可能，你都没脱妆，我怎么可能？因为我用的是 UFT 小灯管粉底，三重抗氧化配方，还持妆防水，碰到下雨天也没有脱妆的尴尬。很想送给需要的人。你还是算了吧。你这里面试的可是古装剧演员，就你这穷酸样，买得起汉服吗？的天下风景千万般，日的际遇一眼桃花心自然，情都水和寒，不必再设金秋远征凡。就你来，哼。喂，我知道了。小雅，穿这件汉服去比赛吧，肯定能赢。嗯。啊！我比赛的衣服怎么都弄脏了？先换件别的吧，时间还来得及。啊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不会是被诅咒了吧？我知道了，跟我来。是你干的吧？你在说什么呀？我亲眼看到你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去化妆间。你有什么证据吗？凭什么污蔑我？这就是证据。这款超能内衣洗衣液抑菌长达18小时，含 APG 植物洁净科技，深层瓦解污渍，不仅洗内衣好用，洗汉服也不在话下。多重花香，自然清新，你赶紧把汉服上的污渍去除，去比赛吧。原来你才是我们汉服社最大的细菌。让我用这款抑菌率达 99.9% 的超能洗手液制裁你。你算什么东西，敢对我指手画脚？我就是社长，你被取消比赛资格了。而我在等你。喂，社长，礼物到了。我知道了。花花，这是我给你买的生日礼物，生日快乐。谢谢。哎，谁让送外卖进来的？组长，她是我闺蜜。上班时间不允许外人进来，不知道吗？现在可是下班时间。下不下班由我来决定。回去除了一份给我，没做完不准回家。这么多文件得做到几点呀？你怕是周扒皮吧？阿花是公司新人，新人就该加班。对不起对不起，你是什么品种，怎么那么凶？我可是公司元老，一个小时之内把饭给我，顺便把全公司的垃圾都倒了，否则你明天不用来了。可是组长，你几天没刷牙，口气这么大？元老又圆又老吧，公司最需要清理的是你这个垃圾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。就你凭什么？凭我好看，凭我可爱，凭你老板是我爸。就你怎么可能？我们老板女儿可是汉服女神，气质高雅，清新脱俗，你懂吗你？透露你像江南这国花，对春风雨红辣，多情总似我风流爱天下，真是可笑。哇。喂，社长不好了。什么？本社长来了。你好，请问需要喝点什么？这不是小雅吗？在这做 waiter， 穿汉服这么寒酸啊！阿花，你要喝点什么？一杯 cappuccino 全 sugar， 哦，还有去冰，要加奶油。阿花，你的咖啡。看你这么心酸，不像妹在国外待了 long time， 这是想你的 tip。Oops，sorry 啦，手滑。拜拜，我要跟你老板同事让他开了。
你！我看要被投诉的是你吧？你刚刚的所作所为，我都已经拍下来了。全世界的油是被你承包了吗？这款花式的蜜粉控油能力强，很是细腻，蜜粉吸得走你脸上的油，可吸不走蒙蔽你大脑的猪油，赶紧回家吧！太感谢你了。你这么喜欢汉服，加入我们汉服社吧，以后我保护你。难道你是？君不见，妾起舞翩翩。君不见，妾姑色绵绵。社长，我爱你。